甄珍现身花莲探班刘子千，庹宗华竟难掩激动。甄珍，左，探班爱子刘子千，图 OTT 娱乐提供，20180407。OTT 娱乐自制剧《种菜女神》剧组，为配合剧情及拍摄海稻田真实生长情况，将大队人马拉至花莲 long stay 长达一个半月，其中刘子千更是首度前往花莲，母亲甄珍也特地买了伴手礼探班，众人看到甄珍现身，瞬间成为粉丝，更惊呼，就好像看到电视里的人出现一样。刘子千在《种菜女神》演出农夫角色，也因为此剧出访花莲，甄珍更大手笔买了三星葱蛋卷、牛舌饼、桂圆蛋糕探班，除此之外怕大家吃不饱，还加上花莲当地有名的猪脚，让所有人晚餐加菜，让剧组相当暖心。庹宗华，左，在45年前曾与甄珍合作，图 OTT 娱乐提供，20180407。其中，庹宗华曾经在45年前与甄珍合作过，当年只有10岁的他与甄珍一起演出《心有千千结》，在一次看到甄珍难掩激动，他说：“真的是太久没有看到甄珍子了。”感觉非常的怀念。刘以豪、陈婷妮等剧中主要演员也都争相想和甄珍合照，让现场瞬间变成小型粉丝见面会。甄珍，中，探班种菜女神，图 OTT 娱乐提供，20180407。